各位老师、同学、评审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九号的细细，细细。读的题目是：就如同幻觉将它刺穿，就如同幻觉将它刺穿。我干嘛要躲起来呀？被抓到把柄的明明是一松。皮绳愉悦之，果然是那孩子的兴趣呀、啊。哇，这里面太，难道那家伙是？等，嘎啊啊啊啊！真是的 ，also much nice。难道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好奇心能杀死一只猫。痛 ，AA 下手力道好像越来越重了哦。一松。喂，一松。有的朋友，一松。哈啊哈啊！丧失理智了。这个呕吐松像狗摇着屁股求我啊！一松，飘掉了。住手啊！你整个打上瘾了，一松，啪，啪，咦，不好，失神了 ，also much nice， 哈哈，他们一松他轮的，一松他轮的很豪粗。好难啊！狂喜与剧痛交杂的幻觉，一松不是这么说的吗？那就让我看看呢、啊，呼哈，那个幻觉究竟是什么？呼，怎么好像变了个人？哈啊，快点插进来 ！Oh my god！等一下，谁允许你可以擅自坐上来了？可可，应该要讲，一松大人，快将您的，好难哦，可可，应该要讲。